等一下还有一碗啦，你不用那么那个啦。一二三，外套可以脱啦，这样出去黄色的外套啦，这件很丑哎、欸。一二五嘛，我这脏脏的被你踩到，脏脏的。凯撒酱，是凯撒酱吗？耶，是沙丹的。姐，它是那个卡拉鸡腿饭。你没有加酱啊？因为你昨天跟妈妈没有看眼镜啊。不是，等我们看的时候已经9:45了。好好吃哦，我都。对，上位来请讲。哥哥，还看到那个 H 超人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费加。我来拿过来。等下不是最后兑发票？兑发票应该是兑完的。现在爸爸都用载具了。姐姐你被拍到了，姐姐你被拍到了，你在吃那个什么，喝那个什么东西的。还是个脸蛋，可爱的脸蛋，不然会坏。我是等下可以趁机抓一下他那个，好好笑。他加可乐。